开始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款 UV5R 双屏模拟对讲机，它带有按键功能，可以手动调频，里面还有收音机功能，一般用在呢俱乐部、业余爱好者、自驾游、一些车队、工地，还有一些物业小区等等。那我们里面机器呢是带有这些背夹，有一个还有我们天线，还有充电器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开机频率模式，按下 PTT 就可以对讲。